今日便是的骨灰将搭乘本次航班归家。我代表全体机组成员向烈士的家属致以崇高的敬意，祝福孟昭熙烈士一路走好。能够与你们共同执行运送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保障任务，感谢你们把英雄送回祖国，铁血今犹在，山河已无恙，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忠烈致敬。